就是走了一个境界，就是以前是念佛啊，念那个修定啊，然后修那个觉得相应跟阿弥陀佛是相应，然后后面就是我有那种感觉了，后来突然有，就是很长时间，就是经常会有那样的，我觉得我跟虚空是一体了，我是感受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也对，但是要真的要继续加把加一下劲，因为修到这个到底是虚空。然后活成万物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比如说你意识里边你像虚空一样，然后你可以活成石头，活成树，可以活成甚至能够去感应体验到万物的状态，而这个时候呢，你继续去要，你这还不是真空的境界，知道吗？你给万物，因为你的就是妄想没尽，就在意境里边，你活成万物，如果你体验到妄想未尽的时候，就是在世上还透不过，在人格世上出来，就是在这个世界，在三维你都还不能透得过，在很多时候，包括本能的觉受还在，本能的觉受，甚至本能的习气欲望都未解，当然这些有时候影响并不大，就是本能的，但是受还在，别人打你还很痛，你还很有时候会生气，只是忍住了不动了，但是活成这个，你一定要继续再往进一步，你会去领悟真空的境界，真空是。他有体验万法的能力，体验万法，他能活成万法的样子，但是跟万法没有一丝交集。他不可能跟万法有任何交集，包括跟自己。真空状态，包括自己，他完全成为一个假象。就是梦幻泡影，但是所有的缘起完全成为梦幻泡影。在真空里边，然后完全的体，你才能体悟真空的力量。就还差，就是如果你现在活成一个像虚空一样，甚至你说我活成一片光明啊，光明海，在光明里边现起万法，就像可以幻生幻灭万法哈。这个有。这个呢，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还执着着想，你要不继续的话，这个其实这一块是很危险、很辛苦的一段时间。这样你继续修正，你会万法都会影响你，知道吧？任何东西，甚至在10万8千里以外发生的东西都可能会影响的，包括地球，包括太阳系的变化，所有的东西都会对你造成影响，甚至有时候影响你的情绪，因为你定力还不是很好，有些影响情绪，有些会影响，甚至影响到你的身体就健康状态，所以这一块一定再继续修下去，要突破这个，就是真空是就是不被内外境转，一定要在不断的修定，就是内境外境不被还在修这个，就不动，从不动然后进入空，聚集能量进入空，而且在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更要受摄心，就是摄心为戒，更要把心念收回来，来聚集能量，不要轻易的上消耗就外漏啊，否则这一块很难突破的，否则。这个时候外法都是外法做的东西，你要是跟外法有交集，因为你的在昆明里边，你甚至在昆明里边外法缘起缘灭，你这个时候甚至你会觉得外法所有的东西造的业力也是你的，做的善事也是，你会觉得你在背众生的业力，或者是背着他不自觉的会影响你，有些这是个见底不透导致的，这一块一定要就是我需要住在真空里面，然后这些万法起不，你还需要继续修，就是如如不动，安住在内外境不动的转，就是不被内外境转。因为不动是不动，不是坐在这儿不呼吸，让你哎全手脚不动，是不被内外境转说不动。就是你心不被内外境转，内境是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酸麻冷胀头觉受嘛，健康快乐啊，烦恼的认知嘛，各种。外界就是你见闻觉知到的一切，是吧？内外就要根尘嘛，所以根尘不为根尘转，如如不动而住这个，然后尽量不漏食，就是尽量的暂时不要涉猎太多的利他，就是说有些事不做也罢，就是说哎，说如果是你觉得做了也帮不到他也算了，尽量收摄能量，这样呢去聚集，然后从不动然后进入真空境界。前几天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能明白您说的就是内外不动，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会有一些话，不是话，就是比如说某一些行业，就是某一些东西，我涉猎的所谓的公益啊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它可能有很多的东西起来，尽量不漏，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也看到说
我觉得我会关我自己内在、嗯、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的能量不足的话，我尽量就是也不要去、嗯、我前一段时间是有这样，所以我就加紧时间持咒又开始，因为不见不证到真空境界、嗯、我们还是在漏尽，达不到漏尽通、嗯、就不止总是在丧失，总是在流失，嗯 嗯, 嗯，就是再往前突破一步，因为就是说你的目前的正量还是来自于舒适的修正、嗯、过去生的修行的、嗯、你是在，所以会你会偶然会见到这种境界，或者长时间处在这种境界、嗯、但这种境界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定力一步一步达成的、嗯、是你很快的通过听闻闻思佛理然后进入的、嗯、哎，你听闻佛理短时间你可能一两年两三年可能就慢慢的自己闻思修进入的，这个都是建立在宿世的成就上，这个时候尤其你是在家人，那么漏失能量是很容易的，所以在家人就是说定力肯定不太够，然后琐碎的事情是会很多，哎，这个时候在这一块如果有的人转化很多年，就是这个在空明里都升起万法跟万法通，就好像自己好像修得很好了，但这一块会是甚至如果是搞不好会经历劫难的，嗯，因为天上飘个云石它会波及到它、嗯、就是你都不知道哪儿影响到你了、嗯、很难，因为它的虚空太就是在境界里太大太广阔了、嗯、它又没有神通，那个时候漏尽没多、嗯、就是说不能觉知每一界对它影响的东西，嗯、它会不知会出现一些问题，嗯，是去年有台风还是什么时候、嗯、就是在那个前的大概一个星期，我确确实实心很乱、嗯、就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然后我就开始每天打坐、嗯、我就是看着这里，我然后我再看着外面、嗯、看着我自己看着外面、嗯、然后后面就是啊、嗯、后来台风来了，我就两三次这样下来、嗯、我就一开始是不知道是什么、嗯、然后后面开始知道了、嗯、然后就是我也知道外面的那些东西影响你外界的，我觉得地水火风这些东西的诱惑影响你吧也不至于多大、嗯、怕的是情节，嗯，在家菩萨最怕在这个过程中情的波动，嗯，情就是情也成熟了，嗯，这个时候是最难在里边积累的，就会出问题，嗯，且如果是遇到了你的情缘，就是有情结出现了啊，遇到情缘了，但是呢，虽然说强制压制自己也是不对的，但过度的纵欲和释放自己也是不对的。嗯，这个在这个在目前的正量里，你别指望能在这就是说恋爱里边或者是一个性高潮里或者什么去借空性。嗯，还是不容易的，还达不到这个境界，除非你很厉害的上司每天跟在你身边，每天灌底给你、嗯、给你加持，每天补充你、嗯、每天就是全力以赴照顾你，嗯，这个可能现在你也达不到，就像密宗那种还是成就者上司，嗯，这个你可以在红尘随便走，嗯，随便随心所欲，当然说他有一系统的就是修法，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嗯，是加持的那种楞严咒可以摧毁一切假象幻境，但是呢，它是从正量上来的，你能摧毁一切的幻境，因为楞严咒从这儿出发，它是在它楞严经的咒心嘛，它可以摧毁一切，它的威力很大，但是呢，你也在，毕竟你的正有法身境界，你正有法身佛，你在持诵，嗯，它的呢，就是说你是否对一切真的是如梦幻泡影，你真的了悟这些幻境了？它能摧毁天魔道德幻境，楞严咒有那个力量，但是我们自己就执着，你自己在里边执着着，你在它很难摧毁的是你的执着，它能摧毁幻境，但摧毁不了你的执着，你照样受戒持诵，你放弃所有的执着，你吃楞严咒，它可以帮助你，就等于说你已经是武林高手了，又配了一把尚方宝剑，又抱了一把很厉害的剑，这就有助力。你本身自己就还有执着，就很分别执着的时候，拿着那把剑，纯粹就是就起不了，你不会用，你用不出它的威力来，只能是边走边看吧。但是要了解，就算是了解，就是说，当你了解你的修行过程，了解你的这，了解到你修正到什么程度，就是对佛的空性正见，缘起啊，或者是毕竟空啊，这些无生界啊，这些要了了分明，不断的去了悟佛是什么。如来是什么，
你了解的越透，即使你经历情节经历什么寥寥分明，我在结束里边，嗯，自己没那么苦，下地狱就下地狱了，是吧？嗯，那主要有时候有些结束再艰难难逃嘛，那我就算生活在地狱里这两年，我就在地狱里待着呗，那我就在结束里边呢，是吧？寥寥分明，自己在自己是因为什么，因为执着了什么，嗯，就行了。嗯，就是我指的，就是说大家修行到那个，比如说你变成虚空，你坐在这儿变成虚空了，觉得自己无我了，哎，还有你变成一片光明海，哎，或者是你在光明里边有幻起幻灭的三界六道，这个时候你更要小心。这就是你修正到如果这种境界，你更要更危险。就是如果我会持那种，就是我。有另外一种，就是说哪怕我今天来了就是让我下地狱，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也我不知道是想还是那个啥，就觉得说啊，这个也是成就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可以接纳它，哦，这种就可以接受这些。我们还没有办法从很痛苦的磨难地狱里边去借空性，嗯，会毁灭毁掉你的，嗯，你还没证到果位呢就死了何必呢，是吧？在所以说在你没证果之前尽量不要下地狱吧，就是啊，就是那我只能先不动了，就是那你来了内外境不内外境转，但是说如果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被牵引了，哎，强烈的牵引了，那么我被这被查清，那么在查杯里不断觉照反省忏悔，去修正，就在牵引的那件事里边再修，也是可以的，那就火中取莲了，看功夫了，那就是说事实上是可以，我对空性的理解就是当我遇到这个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首先先感谢他，然后接下来就是感谢他，也许我一开始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感谢他，但是我先不断的就是感谢他，可能有一天我真的是知道我为什么要感谢他，你说遇到这件事情，你在这件事情上去做了，你在当然每一万法里边都有空性，都可以借空性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收心摄意去那样修正，那是一条比较保险的路，但是如果你一旦你在红尘里边，在利他的行为里善行里边菩萨心里边，你在这所有的日常的吃喝拉撒睡里边也能借，但看你能力咯，你去觉照在这里边，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慢，会拖延你的时间，修正成道的时间，而且也有时候会出差错，出问题，就是还是先回到见底，先不停的每天见底越透，那么保险系数越高啊，你成道的系数，因为我们始终还在不管是你刚才说的境界，还在妄想之中，这个是前年的，所以我是说前年完了以后，您说让我继续修正的，我得找点什么事情干啊，然后所以去年一年的境界都是善境界，因为不继续再突破这一层境界太可惜了，会活得很虚幻的，如果你定力不够的时候啊，达不到很高定力的时候，那么在未来的就是日常生活的修行里，你有两点可以保持，就是会避免很多危险，一个是慈悲心，一个是利他的心，就这两点，如果你始终记着我这件事情不管我怎么做，就是同样有件事情是一种逆缘或者什么缘牵扯进去了，但是在这个是念念利他，只要他快乐他幸福，不断的利他，利他之心保持住，还有慈悲，在每一个决定那一刹那，不管你在境界里还是在境界外，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慈悲心放在第一位，那么你会避开很多逆缘，就很多逆缘的成熟，你就会可能会侥幸逃脱很多劫难，就是我告诉你，慈悲利他，你记着这两点真的是一个比有时候比咒语厉害，是对吧？